独库公路又叫217公路，印路是从独山子修道库车而得名，全长大概561公里，贯通天山南北，所以也称天山公路。目前开放时间还没有确定，预计是在六月中上旬开放。参考往年的开放时间段，23年是6月20号到10月8号开放了101天，22年是6月10号到10月4号开放了117天。独库公路路况良好，所以不管是小轿车还是 SUV 或者小型房车都可以通过，只是禁止7座以上客车进入。因为目前还未开放，我们是先来到了独库公路博物馆。独库公路零公里起点石碑就坐落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这里是独库公路自驾旅游的必经之地和网红打卡点。在独库公路博物馆展现了独库公路可歌可泣的筑路史和沿线的美丽风光，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对独库公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独库一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戈壁、雪山、湖泊、高山、草原、森林、河流，沿途都能看到。现在的独库公路已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景观大道，每年也是吸引着无数的自驾爱好者。2024独库公路开放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限定的美好风光很快就可以见面了，期待中。